今晚我想来练肌肥大的二头弯举，做三头滑轮下拉。今晚我想来练健力三项的杠铃卧推，做转筒硬举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要打鸡鸡。打鸡鸡。蔡药师和波波都使用 Helico 训练健力三项。蔡药师专研杠铃仰卧推举，波波精研如何拉起600公斤硬举。蔡药师追踪 IPF， 掌握最新比赛消息。波波关注各式各样的大奶正妹。蔡药师为提升力量表现建立训练菜单，波波也有自己的菜单。为什么波波和蔡药师一样是健力高手？因为波波选择了 Helico 的 Power Barbell。蔡药师练什么，他就跟着练什么。每当蔡药师训练健力时，波波都照做。耶！效法蔡药师成为健力高手。Helico 全球顶尖健身训练器材。我叫盖伊，下班后的一人健身时光是我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光了。某天下午，突然来了一对情侣，哇，他们身材好好哦，真羡慕。滚开，瘦以后你占用到我的器材，真讨厌。什么？明明是我先来的耶！快走快走，别挡着我们训练。这个世界真不公平，长得帅、身材好就可以欺负人吗？真不甘心，好想长出大鸡鸡哦！我以前也像你一样瘦弱哦。哎，自从来到三剑客健身，过去的我虽然是这样，但努力健身几个月后，明显强壮了非常多。我也要努力训练变强壮。哎。变重这么多，整个手臂出了一大圈，是真的吗？在那之后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哎、欸，太强壮了吧！大鸡鸡。现在加入三剑客健身房，一个月只要1088，单次100，不限时间，免绑约哦。大家好，我本来是一个水电工，有经验的朋友应该拢知影阮这种套路。随时拢爱待命，就算讲伫个正中头的时阵接到电话，外口就算讲日头赤尔尔，嘛是爱去做头路。想要安排时间健身呢，真正是有够难的。你看我今麦手顶头、胸坎顶头、甲我内底，搁即规身躯的日头，拢毋是我靠伫个厝就练出来哦，是即个巨巨魔人啊！你一定会想讲，干嘛呢？这路物件谁会相信？甲恁讲啦，一开始我嘛真怀疑，可是无法度，我就真正足想要变样的啊！拄好伫个脸书、IG 顶嘛看到这路巨巨魔人三剑客健身房，想讲一届才100块尔，啊，佫无限制我的时间，就加入去恁的 IG 来体验一下。甲十个人讲，十一个人拢感觉我咧好笑。你看我即摆的体格，就是。登记对咱的巨巨魔人三剑客健身房，只要今仔日的我，我甲恁讲，我要继续训练咯。恁家己去网络顶上看卖啦，反正吼，加入巨巨，互你变成巨男美女哦。没错，这是一块杠片，细节就是专业。不进来不会知道这间健身房有多细致。三剑客健身房 ，Three Muscles Gym。My， 我一起。真漱一口。Lab Protein 源自英国乳清工艺，分离乳清技术，锁住每一口蛋白质，补充每一块肌群。来 protein 蛋白质饮品。你今天对于 muscles 吗？啊，好想健身哦。桌上有健身器材。我不要练这些啦，我不要啦，我想要练机械式器材啦。三剑客，想变巨巨不能随意，但器材可以。三剑客让你随意练。三剑客。开局就是摆摊卖跳绳，日子过得太难了。哎呀，哎呀！咦，有人摔倒了，还是助人为乐吧，把他扶起来。
没想到居然是个富婆。哇，为了回报我，居然升我为馆长，还送了我一间三剑客健身房。哈哈哈，赶紧再招一个秘书。嗯，老板，来赚钱啊。啊，富婆竟然吃醋，把送我的东西又收回去了。这个时候秘书竟然对我不离不弃，太感动了。听秘书的话，贷款100万创业。啊，没想到秘书竟然是江湖骗子，把我的贷款都给骗去了。现在身无分文，只能摆摊卖卫生纸了。呜呜呜。嗨，我是 Abby， 我正在清理健身房里的巨巨魔人。不同种类的健身器材对健人来说都非常重要。前几天有几位新的剑客加入了我们的队伍，所以我们需要搭建更多的升降架。所有东西都能为我们的肌肉提供帮助，包括蔡药师的优质鱼油。哈哈，这是蔡药师，跟大家 say hello。大家好，我是蔡药师。挑选鱼油有三大重点：浓度、纯度、清洁。要纯度鱼油，即刻购买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网络广告神还原，不晓得大家看过几部呢？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洗脑的。如果有一些非常经典但是被我漏掉的广告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健开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不要练这些啦。没错，这是一块钢片，细节就是专业，不进来不会知道这间健身房有多细致。三剑客健身房 ，Three Masters Gym。挑选鱼油有三大重点：浓度、纯度、清洁。